大家好，我是汪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刚才说过，真正人才在民间。我也很想学台语，然后学台语呢，要怎么样学才有趣？我终于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位老师，叫陈世明老师，不过他都没有出现，他用一个 virtual human 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出现。那有时候就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我们来请到他，陈世明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陈世明。你是第一次上广播不是吧？我第三次。真的，哎，是，好棒，哎，我在荧幕上听到你的声音，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后来看你有这么一个卡通人形在教台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要请你来聊一聊，因为现在你变成母语要学习已经变成教材了，是啊，然后呢，我以前做连环炮的时候做过一个单元叫台语溯源，那里面我就知道，后来我就研究一些台语，因为台语讲不好，我往性格，那眷村出来的孩子，对我真的很想学一学台语，可是很难学，因为老师用音的话，像我这种，我的母语是北京话，是，我是真的北京话，是，人家说我在北京话很舔，就是我的国语太舔共，可是没办法，因为我真的讲得很好。好，那再说回来，要学这个台语的话，我真的是我知道他是欧洛威，然后也知道说很多从汉字过来学，我看了你的 YouTube 上，我才知道说哦。用汉字来学是非常好，而且知道是什么叫美药，不晓不晓得的晓，阿内德后啊，那我怎么塞呀？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个我画的一个白黑板，如果你要用得到的话，啊好，我画你画的像不像？像啊，幸会幸会，卡通人物啊，我看到你真的很开心，幸会这给你用，如果你要用的话，好好，来，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学台语是不是真的是要从汉字来开始学会比较轻松一点，而且比较有意思，是。因为台语本来就是从夏朝开始这么久了，对，夏朝开始皇帝的年代，其实那时候就是讲现在的台语，皇帝的那个年代，我知道你不是学语言学的，是，但是你是兴趣业余这样是推演，没有错，后来推演出来的是这样子，哎，没有错，可是也不经过证实啊，经过证实啊，因为从夏朝一直传过来，传到周朝的时候，《礼记》上面就有记载很多风俗习惯，完全跟台语一模一样。你举个例子来讲，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孔子要过世之前，他是摆在厅堂的中间，厅堂的中间，但是夏朝他是摆在我们面对厅堂的右手边，右手边，商朝是中间，周朝是旁边，就是另外一边，东边的话他是西边，那这个跟我们现在台语的人，像我们现在老一辈的人要过世之前，他会先放在厅堂的最右手边，我们面对架球饼，哎，架球饼，面对厅堂的架球饼，会用那个厅堂的门板把它拆下来，让他躺在上面，等待他自然死亡。第二个现象是，夏朝他用的汉字是岁，一年的话叫一岁，所以我们那个春联常常会有天经岁月人经修，春满乾坤福满堂。对对 对, 对, 对，春满乾坤福满堂。对，当然当然那个我们是用岁，但是周朝是用年，可是商朝是用祭祀的祀，那这个祭祀的祀其实就是说一年会祭天一次的，古代因为大家很迷信一年会 祭天一次，可是这个祀这个字很好玩，它旁边有一个是那个字，那个字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庙像那个庙要祭天的时候都是九时一刻，对啊，对，就是九点一刻的时候开始祭天，就是这样来的，对，因为那个汉字就有它的意思存在。当然你说民俗啊，民俗跟这个字啊，当然是这样子留下来的，是，但是它的音呢，因为古时候音我们已经，对，就后来就说其实很多人大概有点知道，就说台湾话俄罗维基本上是从古音讲的过来的，是啊，但是没有经过证实，甚至学校很多老师教就直接教了啊，我知道，对，其实这个我就说要学字比较重要啊，对，就像你说古时候夏商周的时候，你说那个鼎啊，鼎，对，鼎现在就是主菜用的鼎，对，但其实就是鼎嘛，对，你这样学台语不是就很好学？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是，那我们的母语叫鼎，就叫做鼎，可是其他的民族可能有的人叫锅啊，有没有？对对对，还有一个是叫鼎货甘如仪的汉那个货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三种不同汉民族的用字而已。对对，但是现在用鼎的，现在几乎只剩下闽南语系还在用鼎。问题是东南沿海这边没有鼎啊。那鼎都是在古代中原的地方才有鼎。对对对。所以大禹那边不是有什么那个字鼎九鼎嘛？对啊对啊，代表九州嘛。可是你看，你去金龙夜市吃那个顶边醋啊，对对对对，还是电啊，还是电啊啊！可是那个其实那个叫锅，
对对对对，叫锅嘛，但是我们都叫钉。对对对对，啊，它是铁制的，可是我们还是叫它是挡钉。对对对对，挡钉，哎，有意思，有意思。所以我就说，还是要从汉字来学这个，所以是已经完全证实这个，所以要从汉字来学学闽南语才比较好啊，没有错，对。那还要怎么样去？那我看了你的书，这本是台语汉字学，是就举了很多例子，是。那现在学校教材是不是可以都不用汉字来教呢？啊，可以。我们现在台语哈，其实因为已经失传很久了嘛，对。啊，可是你透过你说台语没有失传呢？哎，汉字失传，汉字失传，汉字失传很久。他但是哦，台湾人很好玩，他是看到国语的字，可是他念的是台语字的音。嗯，台湾都是这样。比如说，好，你看用到了吧？哎，比如说哈，下雨，落雨，台语就会用。落雨，下雨会用落雨。对啊，为什么？因为下就是落的意思。嗯，下就是落的意思。所以啊，陈老师今天来这边上完课以后回去就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下就是落的意思。啊，所以下雨台语的落雨。现在这个北京话叫落，这个事情落下了病源是落。对，不是落，是落。对，可是音有点差，有差一点点。可是是为什么？是因为北京话是在元朝的时候才慢慢成型的。对对对对。啊，北京话是元朝的时候才慢慢成型。然后这个清朝进来之后，又把这个话改得有卷舌音，很严重。哎，其实更早就有卷舌音的。好，比如说哈，落，国语是下雨，对，但是台语是落雨。嗯。可是客语是落水，落水啊！啊，因为下就是落的意思，对啊，对。可是雨就是水的意思，对对对对。因为雨的形态是天空上的水，嗯，但是掉到地上叫做水，嗯啊，所以其实都是同义字的概念而已。台语跟客家话在什么时候开始音开始？可你知道分开很多很多客家话的音跟河南话跟河南话很像啊？是为什么？因为客家人是早期来中原做客的。对对对对，他早期来中原做客，因为客家人他本身早期他不是汉人，嗯，但是他来中原做客以后学到的河洛味，嗯，所以他有很多用法都是河洛的用法，嗯嗯嗯，哎，都一模一样，嗯嗯嗯嗯，对，你说早期的客家人不是汉人，他不是汉人，他是从西外族进来的，外族进来，外族进来的，西域进来的，哎，西域进来的，好像那个跟汉人长的样子。唐朝的时候，哈，唐朝的时候，李世民是汉，哎，对，西域过来，李世民他们是陇西过来的嘛，啊，过来的时候，他们叫做胡客，胡人的客家胡客来中原做客叫胡客。不，你看唐宋元明清啊，唐朝李世民他是西域过来的，是宋朝赵匡胤是汉人。元朝当然不是了，哎，对，是匈奴，我是匈奴种的，哎，唐宋元明朝的这个朱元璋，朱元璋是沙陀兵，沙陀人，其实也是西域的，是清朝也是，就是那女真族，对，所以这唐宋元明清几乎都是西域过来的，对，那他们后来也是跟汉人这样慢慢的生语言就变成这样子了啊，对，但是元朝的书哈，他有写到啊，他说，哎，奇怪。官方这个字，比如说娱乐的娱，官方都念作娱，但是民间都念作娱乐的娱，娱乐事业的娱，娱乐的娱，他就念那个有边读边的那个无的音，哦，但是那个音哦，其实是汉朝以前的声音，哦，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虽然官方他念的是已经是接近普通话，可是民间还是河洛味居多，河洛味，哎。所以闽南语有些人讲叫河洛味，是就是河南洛阳附近的话。哎，有的人说是河南洛阳啊，有的人是河出图洛出书，就是八卦出来的那个地方。哦，就是中原的地区，也是中原地方。哎，对，伏羲氏啊那个地区的。哦，现在教闽南语教台语，那个学校里面是用汉字来教吗？不是，还是用音还是怎么样？现在是有汉字啊，有的是用台罗拼音。那这个台罗拼音就是因为看不太懂，对，为什么他用台罗拼音？是因为他不知道汉字怎么写，所以他才用台罗拼音。OK， 好，我们今天跟那个我们陈世民先生老师，我们聊聊所谓的这个台语汉字学。I like 103, I like radio。各位好，我是王伟忠，欢迎各位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啊，金马共敌对。公道对，公道对，公道对。我们这个
我说很多人要学母语啊，有很多人也想学台语、客语啊，是等等等等。现在母语已经变成要修学分了啊，在中小学。可是我后来知道说，学母语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从学台语话哈。我们举例来讲，还是台语跟客语都是一样，从汉字来学是最好的。对对，因为我以前又讲的不好，所以去设法去学了一下，就看到您在YouTube 上面，我觉得请您来聊一聊，嗯，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可是基本上你说这个从汉语过来，但是古时候写这个字有一种读法，念出来是有一种读法。是，你说什么叫做文读跟白读？白读是，对不对？这怎么分？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人类刚开始一定会先有语言呐、啊，嗯嗯嗯，啊，口传心授。哎，对、嗯，先有语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面对野兽，我们要打败那个野兽，一定大家要语言相通才能够打一只野兽啊。对，要不要打错？对，打到自己，后来打到自己人。后来是发明了文字以后，嗯，我们才开始制定标准的文字的读书音。对，先有读音，先有说，先有母语嘛，对对对，然后后面才有读书的发音。后来我们就仓颉造字，对，仓颉造字。那你看到先有母语的话，就是闽南人有闽南人的发音，客语有客语的发音，还有其他各种不同汉族的发音。嗯，可是当读书音出来以后，它变成标准的发音系统。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统一了官方的语言呢？嗯嗯，那这个就是文读跟白读的区分。可是文读的统一开始是秦朝吗？不是，不是，在周朝就有了，周朝就有了，哎，周朝、哦、就统一大家发音是这样的。哎，对，那个时候是叫雅言呢、啊，啊，跟小雅集的那个雅，哎，雅那个文雅的雅，雅文雅雅，哎，雅言，对，雅言，这就是这官方的统一，就是以后读书要读这个字。对，其实那个雅言、哦、是夏朝的语言。OK， 夏言就是雅言。那这个雅言从夏朝传到周朝，那因为周朝就开始一直读书，嗯，那时候就有小学了，啊、嗯哦，有小学就开始大家在读书。嗯、那这个雅言、哦、因为从夏朝一直传到周朝，所以、哦、它就变成四方流通的语言。嗯嗯，所以在西汉杨雄里面，它叫做通语。通语，通语就是四方流通的语言。可是各地的话还是。各地话还是不一样，那叫白，这个叫文读嘛，哎，对，书上叫文。那白读有什么区别？各地的方言叫，你举例来讲，叫白读。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落后嘛，落后啊，那个落哈那个字，你去康熙字典，你去看它的注音，它真的有注音哦，但是它是用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那时候没有波波摩佛啊，那时候没有。对，比如说我讲一个土地的土，嗯，它是对它念透，但是它发音是他鲁切。你我他的他，嗯，特阿他嘛，哈、嗯，啊，还有鲁国的鲁，他鲁切，那他就取他的特，嗯，就是第一个音，跟鲁的尾音就是无，特鲁特无土就变成土的音，切是什么意思？切就是把他的尾音切掉，把鲁的首音切掉。所以《康熙字典》里面“土”这个是旁边的注音的方式是写、哎、用汉字写，他鲁切，对，出去。不是，他这个就跟那个什么I like you, I like you 一样 I like you, I like you 连音的意思、哦哎、他鲁他洛他洛他对对对、哎、我们那个我们学英文有时候就这种 gonna、嗯、就 gonna do 和那就是会连在一起，对对对对，他就是用连音的方式、okay、哦，这样子康熙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对对，可是白读的话很多音就会 走掉，白读是这样，因为白读的早期的有一本书、哦嗯、那本书不见了，就口语的、嗯哎、口语还有一本书，但是那本书不见了、嗯、那不见的话、哦、那个发音就会你会找不到、嗯、那找不到口耳相传的话就会形成方音差、嗯、方音差的话就是每个人讲的时候会差一点点，差一点，当然当然、哎、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架秋饼、哎、豆秋饼，可是南方南部是架秋饼拍秋饼坏手边、哦、就这个左手不太好用嘛、哎、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叫拍秋饼、啊、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是，所以研究语言其实可以看一个民族整个的变化，对对，你也是慢慢业余开始慢慢在学，觉得很有趣，是，你觉得最大趣味在就发掘汉语，就是学闽南语最好的方式，客家话最好的方式、哎、就是这样子开始，就越研究越有趣、哎、对，像我是研究从一本古书研究，就是、嗯醒世恒言，在明朝最有名的五本书《三言二拍》里面的其中一本，嗯，我是看到第十七卷才解开，原来台语有规则，它是有规则的，对对，哦，因为他那本书、哦嗯、前面写打开，写到后面写成拍开，
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打开跟拍开，这不是闽南怕亏？哎呀，不是闽南人的用法吗？怕亏，哎，对，怕亏。然后后来我儿子喊了一声，爸爸，拍打拍打这两个字叫同义副词。我说、他教你的、哎、为什么 他突然跟我讲，因为他那时候念台中二中，嗯，那我就说奇怪，我长这么大怎么没听过同义副词、他就说有同义副词这个东西，他刚教过，是两个字是同义字、但是常常一起出现叫同义副词。那我就想到，哎，那同义副词为什么一个字是台语一个字是国语，嗯，结果 我就把那本古书的同义副词都把它挑出来 ，OK， 就挑出来以后才发现，同义副词竟然是国台语的对照表，有意思。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陈晨明老师聊下去。是。Okay. 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回来，我是王伟忠。我们收音节目说，哎，我说到哪里？今天我们说母语啊，如何学这个。我们就用台语来举例子，台语其实要了解汉字之后，然后再学这个所谓的台语或客语的话，会更清楚，是更有意思。是，我说真正人在民间，我看你的 YouTube 之后，看到陈世明老师 YouTube 之后，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跟我们当初稍微做点小研究的时候，才发觉是结果是同步的。刚才我们讲的是说同义副词，是对，所以说打开，后来你都拍开，怕亏啊，后来你才觉得哦，原来本来这个闽南就解把这闽南语的谜给解掉了，是是，开始的研究就有兴趣，对 ，OK。那后来我就是把明清的小说通通去三民书局把它搬回来，哦，老书，所以我家里全部都是古书，啊，每一本书都看了两三遍，然后用电脑资料库做整理，把它做整理，你发觉到什么？分析以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台语都有字。当然是有字的，当然对。那、这些字都是在汉朝以前经常在使用的。好，假如说我们说真的从你这个你所研究里面去学这个所谓的台语的话，真的会很有意思。是，我们你再举例一下，你看完这个书之后，你都翻完之后，你再举一下例子，比如说真用汉字来学闽南语，是会怎么样？好，对，那个举几个例子。好，我举几个例子。好，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台语觉得哈，我们的汉字已经失传了嘛，哈，但是。用汉字学语，我们现在反推从那个普通话来学，好，反推为台语，好，这就快了，对、哎、对，好，这就快了。好，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哈、我们说自家人，自家人其实是客语的用法，因为明朝的时候哈，大部分很多客家吴语区的，就是在江苏一带的吴语区，你说吴越地方，吴越地方它是成为主要的语言、所以明朝的自家人客家话怎么讲？自家人，自家人，哎，自家人哈、那这个自家人其实自就是己的意思，所以闽南语哈就是几家人，但是几家人不好听，几家人不好听，对，变成家己人，再把这个几跟家倒装，把它倒装变家己，为什么变成倒装字？其实读音比较好。比较好听，这叫语言的优选原则哦，构词学上面的语言优选原则，优胜劣败一样。哎，对，优胜劣败一样、它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听的用法。所以自己人叫家己人，自家人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哎，让家己人变成家己人。哦，人很多人都说家己人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就是家己人、这样学起来就清楚了啊。对，那另外还有一个词哈、这个词哈、最是经典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对这样学就有意思了。对，我们刚过完年嘛，死背，刚过完年，过年前我们都要大扫除嘛，对不对？那大扫除这个字哈，我们台语叫大便扫，大便扫，哎，大便扫，哎，那你看哦，大扫除这三个字，那这个大便扫，哎。这个扫跟大东西丢，但是只有这个除不对嘛？大便扫啊，这个除的同义字就是摒，摒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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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摒除啊，所以把除换成摒，就是大扫摒，大扫歹听，歹听，干有歹听，那也没办法，大扫摒，较无遐好听啦，卖讲歹听啦，哦，那变成大便扫，歹听跟歹听就不好，哎哎，那是要顺口。才不会饶舌，大便少，啊，这样就出来了。丢，那所以哦，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找不到汉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方法嘛。你把方法找出来，字就出来了。这样学就好玩了，对，就有趣了。但是哦，汉字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什么？
这个金大的麻烦，哎，金大的麻烦就是啥？你知啊？啥你唔知呢？你唔知嘛？哈，来，我讲我你听。好，来来来，讲，好讲，好讲，来，好讲，好讲，好讲。哎，这里是沙顶坡的顶嘛？顶，哈，嗯啊，但是这个字哈，因为它有两个意思，嗯，一个是重量，对，重要的意思，对对对，一个是重重叠叠的意思，重叠，对。好，那所以三重四哈，读书人叫三重七。三重溪，哎，三重溪，哎，但是民间念作沙顶坡，沙顶坡，这个重就念作顶，嗯，沙顶坡，嗯嗯，好，这个就是一个文读一个白读了哈，文读是文读三重溪，三重溪，哎，三重溪，因为伊是官方的地名，所以是文读啊，三重溪就是官方的地名哈，好，那接下来当它是重要或重量的时候哈，比如说重要的时候我们念作重要。重要，哎，这里真重要哦，重要，重要。嗯，但是阿公，你提重80公斤，这里叫做重量，重量，哎，提重重量，这里的人叫重。嗯，所以一个词有很多的发音，所以这里有四个音，对对对对，两个意思就有四个音。为什么？一个读音，一个母语，一个读音，一个母语，就有四个音。嗯，一个读音，一个母语，一个读音，一个母语。对，因为两个意思嘛。丢丢丢丢，二乘二，一个重一个重嘛。对，一个二乘二就四个音。你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分不出来，说哎，我们的汉字到底要写哪一个字？了解了解，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哇，哎，可是为什么以前人家说，比如说好，这个，等一下我要来问一下，因为有人说广东话跟这个所谓的台语，这个八音九音这个东西，我们再聊一下。好，我们马上回来跟陈时明老师聊下去。I like太快乐了，我们今天说到哪里呢？这个节目请到是陈世明老师，他是个业余的学者啊，然后呢，他有本书叫《台语汉字学》，从汉字来学所谓的母语，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们刚聊了这么多，但是我跟你报告过了，我们这个传播呢，只能够稍微这个提一下，是以后可以系统再 OK 聊下去，好，就会更有趣了。对，学母语有趣，还是要从这汉字来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可是我们就知道，好像广东音跟台语什么，台语有八音，然后广东音有九音，说是以前古中原来下的音，是，所以很多音就发的不准，什么塞呀、吼啊，什么那个，像我们在瓦信啊，我学起来以后就赶口啊，是，就赶口哎，是是，那怎么办？哦，因为台语的发音哈，跟那个伏羲的八卦哈，它的原理是一样，嗯，因为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跟阳，生四象，对啊，阴跟阳，对，那阴就是低音，在语言学上面，它阴是低音，阳是高音。嗯，那四象的话，两仪生四象，四象是平上去入，对对对，啊，其实叫平上去入了啊，平上去入，所以阴阳在平上去入，二乘四就八音，所以哈，正统的汉语是八音，八音。可是现在小孩子闽南语讲的八音能讲的好的不多，是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些我同学他们讲的很好，对对，你还比我小了，你还比我年轻，是。可是有人八音就讲的不准了，这怎么学的？因为那个音八音不准，是因为我们受了普通话教育以后哈，那慢慢的八音不讲，所以就开始就慢慢失去准头，对，这有点可惜，哎，很可惜，嗯啊，不然的话，这个闽南语的八音，台语的八音，它是很好听的。闽南语如果念古诗是好听，是，对对对。所以我还准备了，你那时候告诉我讲说下江陵，哎，什么这个朝辞白帝百云彩云间，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这个李白的下江陵，如果用闽南语古音是来讲，要怎么讲？你慢慢讲。好，好，东离别下江陵。虾米啦，就是唐朝李白的下江陵。哎，就东离别下江陵，没有朝吗？啊，朝字没有啊。我讲唐就好了，不讲朝。东离别下江陵，下江陵。再来，雕塑别地彩云间，雕塑别地彩云间，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已过，已过老鹰啊，已过万重山，万重山。哦，我感觉我就是那个布袋戏，布袋戏，那个水，那个水，哎，是是是，就比较好听。哎，对，这边就八音，国语就讲不出来。哎，国语讲不出来。哎，朝辞，这个朝辞，朝辞白帝。我们，我讲你，朝辞白帝彩云间是。
来，你雕塑必得拆魂干，千里江陵一日还，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已过万重山。哇，那国音嘛，没拍听呢，没拍听，你念了有好听，有意思哈、哦，哎是，然后呢，再说闽南语还有很多俗语，是哦，哇，那个讲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对，但是我最后要问你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经常唬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以前也是做那个单元叫台语溯源，我想学台语，在梁皇报中的溯源看到一个资料，不知道真假的，是，你先说，你讲话你更为俄罗莫切，哎，你说话胡说乌鲁木齐是。可是我知道的是，有唐那时候有台湾人哦，渡海到唐山去玩，就到中原去玩，是去玩了之后呢，然后半年之后回来了，很多人说，哎，唐山好不好玩啊？哦，就大陆好不好玩呢？是，然后我好好玩的，讲了很多地方。它还有个地方特别奇怪，那个地方啊，早上的那个葡萄到中午就变成葡萄干了，那个地方啊，晚上冷得不得了，跟冬天一样，在夏天在下中午的时候热得不得了，而且那边人长得跟外国人一样，是，那一天他说。你好，北贡了，哎，这方叫什么？叫乌鲁木齐了。哎、我天，你棒操鬼来乌鲁木齐，所以我就想说，你更为奥罗莫菜，就是说话、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这样？没有了，那个他是讲那个乌鲁木齐这个地名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哈、哦，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木材家具，对对，比较黑色的啦哈、哦，或者是比较差的木材，叫欧跟洛洛，就是你很低劣的意思，欧洛。木是木材啊，所做的，制造的制，哦、制造的制，俄罗俄罗木制，就是俄啦罗，完了，我这样子骗不了别人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陈世明老师啊，跟我们聊的是这个、所谓的台语汉字学，太有意思了。下次请你来，OK， 感谢嘞，罗啦，谢谢，多谢罗啦。各位好，我是王伟忠。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哎，我说到哪里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用远端这个连线的方式，这方式好像在开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像就跟我们在开会。其实我们做电视时候做节目也是这样开会跟大家聊天。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还是我们的台语汉字学的老师陈世明陈老师，老师你好。哎。王大哥好，哎呀，老师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是在台中的家里面的二楼是吧？是是，我看这个装潢来想起来，你好像似乎很喜欢泡茶，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啊，是，现在就是一壶茶在旁边。OK， 我们上次这个就基于你这个台语的汉字学，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听众朋友很有兴趣，所以呢，我们意犹未尽，要跟你继续聊下去啊。是这个。你这个我看你，我首先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然后也看了你的书。那现在要学台语，如果用汉字学去学的话，就知其然啊，而且我不是所谓口耳相传，就会有时候口耳相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从这个台语汉字学之后，是不是现在你这个已经被肯定了？然后现在中小学学这个母语学台语，是不是也开始人用接受这种方法，还是用拼音的？他还是用拼音的，还是拼音的，因为还是用拼音的，因为他们认为台语有音无字，到现在还是认为有音无字啊，是啊，但是有音无字这四个字，你请他用台语念，他会说五音不离啊。那既然五音不离，就代表有音有字啊。可是很早以前就说台语啊，是从中国的古中原这样慢慢来的，叫欧洛维，而且很多人认为。台语是从汉字来出来也蛮好的，所以唐诗宋词用这个闽南语或者台语念起来更接近古人这个汉语，这不是很好吗？这追本溯源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如果一直要用所谓的拼音去学台语，然后我觉得不好学，要死记这个音，然后用拼音来学，真的不好学，你不觉得吗？对，因为古人他有一套教学方法，已经教了2000年，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因为我们就继续沿用就好了、啊。为什么？古人也是用字来学他们的语言，对啊，对，他是用、哦、上次有学过，上次我们讲的反切法，来学的、啊了解。所以呢，
那么陈世明老师，我们就继续举很多例子。好，我觉得慢慢的让大家体会，其实用汉字来学闽南语，我觉得是会有意思的，而且是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很好玩啊。我们上谈了很多。好，请继续，我们来举些例子。您说，来，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很多汉字吗？对。哦，比如说我们说不见踪影。对。不见踪影，对。哎。不见踪影，对，哎，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您放心，看得到哈。对，好，我的母语是我的母语是现在国语，我说很清楚，来，没问题，我可以讲。不见踪影，这个不就是无的意思吧？魔，对，哎，就是魔，呵，魔。啊，见呢？见就是看的意思，啊，跨。啊，踪呢？不，你踪就是鸡。我要跟你学，听众朋友要跟你学。哎，我想不见，举一反三。不见踪影就是不见鸡影，哎，无看只影，无看只影，哎，然后把两个字倒装，无看影只，影只，哎，无看影只，啊，王伟忠走去佚佗，啊，因妈妈无看影只，好，就找看不到了，温布了，啊，你莫无看伟忠哥的影只，不过现在如果有人。在读字的话，讲到这个不见踪影，可能就是带点闽南腔讲说，我的跨模一啊，因不见踪影啊，就不会讲这个字了。没有跨压架就不会讲。哎，没跨压架。哦，这个倒过来还是就是我们那种倒装法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对，就是同义字的概念再加上倒装的方法。我们上次提过倒装，我觉得可能最近有人没看到，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倒装？是好听吗？我跟你讲，没跨架样。比较好听还是无宽压架比较好听？还是跨栏啊，就黑的跨栏啊，无跨架呀，无跨。所以不见踪影用国语是很好听的、啊。不见踪影。问题是用台语不见踪影，就比较不好念了。对，不见踪影不好听，那我们就用无宽架呀啊架呀的倒装，无宽压架，就很好听啊。无跨架呀。OK， 哎，无宽压架。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就算台语讲的再好，母语讲的再好，碰到这四个字就跳成国语，就跳成国语加点音。他会刚开始会这样，但是刚开始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学不会。哦，无宽压架，这个架子就是竹鸡的鸡嘛，对不对？哎，对，竹鸡。竹鸡的古音念成架。哎，不是，竹鸡。的古音好是这样啊，竹鸡的鸡，对，竹鸡的竹就是我们的脚，卡架对吧？哎，对，脚鸡对卡架，没有竹鸡这两个字叫卡架。竹鸡是那个文人用竹鸡哦，但是民间用卡架，卡架是语音是这样讲，对不对？对，语音是卡架。你上教过我们写的话叫什么？那讲的话叫什么？那个文读音跟白话音呢、啊？对，文读音跟白话音。哎，文读音跟白话音呢、啊？所以没有竹鸡是卡架，卡架 是卡架啊。啊，竹鸡是读书人用竹鸡。哦，哎，竹鸡。OK，、哦、但是差别差在说出来叫卡架。哎，对，叫卡架。OK， 我夸加亚不就是不见踪影？好，有哦，这个架就是竹鸡的鸡 ，OK， 好，了解。来，请你再举一些日子。好，那我们学起来很有意思。我们最近哈，我们说到顶小妈祖，有没有？最近不是妈祖吗？对。好、哦，啊，小妈祖，我跟小学生一样在学呀。孝是封嘛，哈，封妈祖嘛。对，封妈祖。哎，孝妈祖，孝妈祖，孝妈祖，妈祖是这个祖。哎。哎，我台语弄给你看一下。我台语讲像山东硬人讲的一样。哎，封妈祖的萧妈祖嘛。对。哎，萧妈祖。可是这个字会念封，不会念萧。嗯。哎，封就是狂的意思。对，封对。啊，狂就是笑的意思。哦，笑。哎，一个犬在一个笑。对。很像狗。整天在那边乱跑的意思，对对对，这样就是笑。全这边一个一个生肖的笑，肖对对，这个字念什么？生肖的肖，这个字念笑。笑，哦、哎，笑妈咒，笑妈咒 ，OK。哎，对，笑妈咒是这个字，这是老字，
哎，对，这个老字哦，但是这个老字只有外面只有两套字型可以打得出来。嗯，就是日本的花园明朝字体才能够打出这个汉字。还有康熙字典查出来吗？哎，查得出来哦，也是。但是康熙字典你要先去查这个狂。对对对对。那狂那边就可以查到孝。哦。哎哎哎。那我们说这个这郎萧孝伟是不是这个字？啊，萧孝就是这个字哦，哎，萧孝就是这个字，没有错，哦、哎 okay, ，OK 啊，所以哈、哦，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萧妈国，国语的同义字就是台语啦，了解啊，但是这个是古汉字 ，OK 啊，这个是古汉字，郎萧孝萧妈祖、哎、哦，对对 对, 对，风马祖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哪个萧妈祖是不是去会去到老呢？哦，热闹，凑热闹，凑热闹，哦，凑热闹，到老嘞，好，那，哎，到老嘞，啊、哦，那凑热闹的凑，这个字，对，这是所谓的国语啊，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国语，哎，对，这是国语哦，啊，哎，这是国语哦，凑热闹，对，但是这个凑就是闽南语的岛，为什么？哎，这个豆哈、哦，其实这个豆本来是甲骨文是这样写。两只手啊，这个两只手是在打斗，在争斗，丢丢猛丢，啊，但是这是负面的看法、嗯、啊，我们造字是一体两面嘛，嗯，负面的话是两只手在打斗，嗯，但是如果是正面是两只手在互相帮助，所以台语讲吼，这斗三工，哦，倒沙缸就是也一样是这个字，倒沙缸就是这个豆这个字，哎，是这个豆这个字。可是我们以前看学倒沙缸是用倒的那个字，哎，用倒，其实不对，哎、不是，应该倒沙缸。以前我们都用凑这个啊，嗯，哦，啊，其实我们念的音就是这个倒，哎，啊、哦，所以那个你去看秦朝野史，嗯，秦朝野史里面哈、哦，他说倒出吉，他就用豆出钱，出来的出。钱，倒出钱，倒出吉，倒出吉，哎，倒出吉，一样用这个字，就互相出钱投资吗？哎，对对对、哦，就是大家你的手跟我的手，大家凑一些钱出来、啊。哦，说“斗”这个字，如果反义的话，不好的意思是打架，但是如果说“和”的话，是两个人握手一样。倒出吉就是我们共同出资做事情，用这个“斗”啊，对，哦，那样，哦，所以、哦哎，嗯，这两只手是在互相倒出吉。哎，对，这那凑热闹呢？把这边啊，这个凑热闹哈、哦，就是到老年嘛，到老年也是反过来，哎、热闹要反过来，老年就把热闹把它倒过来，比较好听，对不对？哎，对，到年闹不好听，不好念，到不好念，不好念，到老年、哎，所以你去《西游记》看了、哦，《西游记》就写到老年，《西游记》的老啊，《西游记》里面就有闹热，风光闹热，皇宫老年。哎哦啊，《西游记》它的写法，你若真演金光戏、布袋戏，也是这样讲，对不对？哎，对对对对，就是以前人传下来的，口传心授传下来的，是到脑里哦哦 ，OK， 没错没错。哎呀，有意思，这个很好玩呐、啊、哈、哦，很好 ，OK， 哎，好，老师你要准备一下哦，嗯、我们等下休息一下，听点歌，回来之后继续跟你来从汉字来学台语 ，OK OK，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okay, 好。好 ，I like 103，I like radio。我是王伟忠，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说母语啊，母语里面有一个大部分在台湾是所谓的闽南语，就是台语。台语呢，有现在就用拼音的在学校学。可是我们今天请的台语汉字学老师陈世明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唐诗宋词啊，如果是用闽南语来说起来的话，可以说像古人一样。可是现在好像学校不用这个方法，应用拼音的话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继续啊，跟我们的台语汉字学老师陈世明聊下去。OK， 好，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哎、啊，哎这个要上课的，这个、要上课的老师，哎哎，这个上课在外面上课是要给教给你速修的，要教你速修的。哎我在外面讲课是2000块起跳哈，2000块起跳，好，OK， 好我们来。免费给听众做参考对对对对对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上次不是讲儿子的儿吗哎、欸、这个笔太这样太轻了看不到会不会没关系这个儿就是子的意思嘛对儿子对好
所以在明元朝有一本书叫做《中原音韵》，中原音韵专门在讲中原的发音哦，因为元朝是蒙古人建下帝国，对啊，他的书里面就写清姓儿。哦，他们要学中原的古音，要学中原音。哎，对，他里面记载说，亲姓儿就是亲姓子，儿子亲姓子，亲姓对，因为儿就是子的意思。对，我现在只是要告诉大家，儿就是子。OK， 所以我们看到亲姓子就是亲姓儿。好，那接下来所有的问题，台湾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这里。台湾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桌子，台湾都写成桌宅，对不对？对对，其实不是这个字，其实是桌儿，得啊，得啊，哎，得啊，哦，啊，椅子，哦，椅子的是一啊，一啊，哎，所以古书你如果有看的话，古书都写桌儿、椅儿，啊，驴子就写驴儿，可是啊。德啊就是儿子没错啊，跟伊啊，哎，伊啊伊啊，那个字跟德啊一样吗？乙儿，乙儿，德啊，哦，啊驴子就写驴儿，对，哦，驴儿要怎么讲？犁呀，啊，犁呀，啊，哎，犁呀，啊，哦，就是哎这个一个马在一个，对对的对，哎，犁呀，啊，这得是犁呀，啊，哦，所以不能用这个一个人字边一个子的子。哎，对，不能够用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广东人在用的。哦，OK，OK，okay, okay，啊，广东人煲仔汤的那个仔啊，哎，对对，哦，好，那有一个很常用的，啊，我讲一个例子你就会了。啊，OK， 一会儿 ，Wait a moment， 哎，对对对对，那是摩门教叫 Wait a moment， 老陈要讲笑，讲冷笑话，对对，一会儿叫几爷啊。几下啊，哦，哎，几下啊，你等我几下啊，你等我一下子的意思，啊。哎，要念怎么标准一点？你等我几下啊，你等我几下啊，你等我几下啊，不管是哎，哦，一会儿或是一下儿都可以的。哦，几下啊，几下啊，哦，哎，那另外现在年轻人会这样讲吗？很少，哦，会会。那你看哦，差一点儿，嗯，你也要念呗，差一点。我会念差偌济嘞，一差一点。差一点嘛，差一点嘛，对。哎，欸，差一点嘛，差一点嘛，听过吧？哎，欸，哎，欸，差一点嘛，哎。啊，你摕一万块，我九千九百。哦，差一点嘛，啊，差一点嘛，俩，哎，几点嘛嘛，就是哎，欸，差一点儿啊。所以这个儿子的儿哈，就是我们的标准用字。哦，那其实哈，在2500年前。2500年前古书就写婴儿，对，2500年前是孙子兵法出现的时候，啊，对对对 对, 对，春秋战国，大春秋战国时候婴儿就叫婴啊婴啊，对对对对对，啊，红孩儿的昂婴啊昂婴啊，红婴儿昂婴啊，对，所以我们像 王大哥您的女儿如果生了一个儿子的话，啊，就是你的孙子，啊，你们都会说哦，阿娘呀，这阿娘呀，真高追真水，对吧？可是我们现在写哎呀，就是一个框里面一个词，一个什么？哎，对，现在很多人都写这个，啊，其实不是这个字，是这个字，婴儿的儿。哎呀，哦，哎呀，这啊，哦，是这个这样子来的。OK， 对对对对对 ，OK，哎，所以这个很有趣。所以那个写姚书龙是吧？姚书龙有一首歌，不是有小小羊儿要回家吗？对对，哇，这歌老到2500年前了，哎，啊！对对对对，2500年前了，我们都有写羊儿，小小羊儿要回家。对对对，怎么会有人写羊仔呢？不可能，对。哦，我们要看总统蒋公说看鱼儿往上游。哇！有人说鱼仔往上游吗？啊，没有啊。啊啊，这个都是被广东人给误导的。OK， 变成煲仔汤的仔了。啊，这个对，这个字其实在广东人的书里面很多。OK， 广东人的书都会用这个字，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不是这个字。嗯，哎，这样知道吗？粤语里面留了很多所谓的古的古音的字的方法，对，是是，但是跟闽南语的字是不太一样的。OK，哎，对，好，请继续，还有什么？来举例子。那你看哦，我写四个字，
我们可以创造出多少的名词，你注意看、哦、好，慢慢来，来孤，好，孤独跟儿子，孤独，哦，嗯，我们说孤臣孽子叫孤子嘛，嗯，对不对？孤儿就是孤儿吧，哦，这个是，孤儿，嗯，哎，孤儿，啊，儿子，阿囝，儿子阿囝，啊，独子，这是国语的用法，独子。孤独，这是国语。嗯，独孤皇后也可以，有没有？孤独、独孤，是不是都可以？嗯，哦，但是没有独儿。哦，但是子儿有没有？有，子儿有。所以你看到、啊、它可以用法可以产生一二三四五六六种用法，嗯、有没有？嗯嗯嗯。哎、嗯嗯欸，那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构词学啦。嗯，构词就是说你同义字里面你要怎么去兜，可以兜出各种不同的名词。嗯嗯嗯嗯。好、嗯哦，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六七个名词出来。好、哦，六七个名词出来，但是它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对。好、哦，孤独跟独孤，孤儿，孤儿就是死的父母亲的叫孤儿嘛。嗯、哦、嗯嗯。啊，孤臣孽子啊、哦，孤子啊、哦，儿子、子儿、独子，这个叫什么？哦，这叫构词学，构词学，哎，构词学哈、哦，嗯，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汉字里面去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汉语词，了解啊，那这个汉语词会代表不同的意思，好，好、哦，就可以用这样创造出来。好，哎、休息一下，回来再跟我们陈志明聊这个所谓的台语汉字学。I like 103, I like radio.我是万伟忠，您现在收听的是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现在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台语汉字学的老师陈世明，在他台中，在这个东海大学附近的二楼，我们在跟他学这个台语汉字学，很有意思。台语啊是有音就有字啊，所以从字来学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比较好学，嗯、而且知其然。OK， 好，请继续，老师举例子。好，我再举个例子哈。嗯，我们台湾现在，我先问你一下哈，我们现在。现在学这个说闽南语在学校干嘛都是用拼音的方式，可是这种所谓的台语汉字学哦，是有可能，如果说真的被证实是这样子，照你讲的一直在推广的，那真的是这样子，每一个音都有字，每一个音都有字吗？啊，当然都有字，那就好学多了嘛。啊，对，对不对？不是硬背音嘛？啊，对。它主要哈会找不到字的原因，我正要跟大家解释。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变成教材的话，我不知道老师以后会不会配合一些。我也看到一些有些人也在用这个台语汉字学，认为是好的，还有甚至年轻人，我不知道以后可不可能变成教材呢？就是每个闽南语字都可以念出来，都有字，每个本来都可以念得出来。对，字典都可以对应 ，OK， 这没有问题 ，OK， 好。那我今天要教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台湾教育部找不到汉字，我教各位找你就找得到了。哦，找字典吗？哎，不用，我教你原理你就找得到了。好好，那你讲慢一点哦，听学习。好，我讲慢一点哦。对，公元2000年的时候，网络泡沫化之前，我们有 MSN 嘛，哈、哦。对。MSN， 好，那这个 MSN 里面，因为要聊天，所以我们那个打字的速度要快， 对， 对不对？好，打字的速度要快，打字就能省则省。对，四个字，如果打三个字就能够知道的话，那最好。没错，我们叫火星文呢、啊，火星文呢、啊。所以，对对 对， 对，叫火星文。好，所以你看哦，那时候我常常看到年轻人就打就这样子，台湾小孩子，对，哎，就这样，一个就这样。对，我的留美的徒弟啊，有一个女生姓陈。从美国回来，在我的底下工作，嗯，他聊天都写就这样子。我想说，哎、欸，你在打什么？什么叫就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讲，那时候啊，两岸还走来走去的时候，是听到你的这个国语啊或北京话，他一下就知道是台湾来，就说台湾女小孩子会讲说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他们会跟你开玩笑来学你讲话，就像我们学他们儿音一样，对，就这样、啊、就这样，对对啊，因为我本身不会卷舌，因为我是。正宗的汉人不会卷舌，是哦，是哦，哎，所以哦，这个就这样子，哦，其实这个这样，我就问他，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就这样子，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他把这样这两个字
念快一点就是这个字的音。对，这叫连音嘛，美国人也是讲的、哎、对，这个就叫连音、啊、没人Gana Gana 就是Gana 什么什么 Wanna Wanna 就是 Want To 这样。对，所以你看到、哦、我今天讲给外省人听，外省人一听就懂、嗯、就这样，年轻人年轻人听懂了，就这样就这样。可是我讲给台语的老师听，台语的老师都听不懂，听不懂了、嗯、为什么、嗯、因为他是权威呢、嗯、他权威他才不会听你的话、嗯哎、所以、哦、就造成落差，所以、哦、就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两个字，就这样子，没错、哎、对，连音、这个、对对对对。好，再来，所以呢，所以呢，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你在书写上面你就写就这样子就好，你不要自己又去创一个字叫那个降，那个字把它当成是本字、哦、所以很多字就念成降，就这样 就这样子、哎、慢慢很多字就没有不见了。所以对，比如说，所以你看哦、嗯、我们说不需要如此嘛、哦、不需要如此，不需要如此、哦哎啊、古书里面这个需要它都不是写需要，它都写不消如此，不消如此，因为需要需要需要就是消啊，连音了嘛，对啊，连音了嘛，所以变成闽南话就变成什么啊？闽南话就会，他就不知道字怎么写啊。哦，哎，啊，不需要如此，这个消，闽南话怎么讲？嗯，所以这个不需要如此叫不消如此。嗯，那所以有的人这个消他就可以随便写了、啊，大侠萧峰的萧也可以啊、哦、只要是音是萧就可以啊、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写出来的字要让人家看得懂才有用，没错，而不是你写的 你觉得你很厉害但是别人看不懂，那没有用、okay、对啊、哎哎、这就是说法的问题吗、哎、对对 对, 对，所以不 需要如此在古书上后来变成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消就变成消的这样子，对，古书就写消、哦、不消如此、啊、对啊，可是、啊、但是不是中文系不屑不屑如此的屑是不是这样子来的？不知道啊，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不是，不是。OK， 是 OK，、哎、好，那是另外有一个意思。所以有很多字就变成没有这个字，你会找不到字。OK， 所以要、哦、举例子来说，那个嗯，哎，我在讲一个最常见的哈、哦，嗯，这个字应该伟忠哥就会了啦哈、哦，伟忠哥就会就踹供，踹供嘛，我台语这么差，我只会几个。啊、但是踹共的台语怎么汉字怎么写？出来讲。对，你看伟忠哥都知道，为什么台文所都搞不清楚呢？对不对？嗯。踹共。偶尔偶尔韩籍的听有啊。踹共是要写啊。连起来讲嘛。出来共。出来踹共。这里念作共嘛 ，KONG 嘛，共。啊，这个是出来嘛。啊、出来共。SHUT、嗯。哦，踹共踹共，丢踹共踹共踹共，哎呀，就这样来的啊！哦啊，所以哦，我们台语不是没有字，而是这个是利用反切法的原理。那有个原因，前日子有句就是在台北市发生的事情叫增效，哎哎啊增效，后来变成教材的一部分增效，庄孝伟，哎对增效，哎庄孝伟，那也是。装就也是装连音，哎，对，连音就乱写了啊、哦！来，就变成乱写了。时间还有多少？我再出来一个给你听。踹共啊，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最后还有七分钟，好不好？然后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学。好。I like 103, I like radio。我是万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播过一次台语汉字学老师陈世明，他跟一些朋友都在推行一种说，其实学母语学闽南语应该是从汉字来学是对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要举很多例子。那有些呢，现在还是用那种拼音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台语汉字学，因为很多字会不见了，但是老师说其实字都可以找得到。这样才能够学闽南语学的知道知其然而是比较重要的。好，你请继续举例子。 好，但是有些字大家就 不用了，就乱写了、啊、对、啊、对，大家好、哦、我们说站在这嗯，那台语有这卡迪家卡迪家我们的卡迪家卡迪家啊，这个字就是 Z， 它是两个 Z 嗯哦，所以那个国语、哦、歌仔戏啊国语这嘛，就是在讲这个这
哦，加啊，加嘛，加嘛，加这两个加啊，这两个啊，加啊，啊把加啊两个字念快一点，加啊加啊加啊，变成 T S I A 变加哦，哎，这两个字就变成加，哦，变成这个音哦。啊，伟忠哥，你知道台语界现在写成什么字吗？这两个字，他把它写成遮加。家哦，家里头，家里头的家，哦，就是用阳伞遮太阳的遮，家，家里头的家。音相同，可是意思有相同吗？不一样，差太多了，完全不一样。这样子会乱掉哦、啊。对，所以我的侄子在念书，在念新竹教育大学的台文所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字跟意思完全都不起来，他不想学。他说台语没有字，他会这样认为啊。哦。啊，但是比较笨的学生就老师教什么他就听什么。嗯。啊，比较聪明的就觉得哎、欸、都不上，他不想学。要去加哦。哎、欸。但是、啊、所以我们有字，我们只是两个字的连音而已。对，站在这儿。哎、欸，站在这儿。站在这哎，站在这儿。啊，站这个站这个字哈，我也解释给各位听了哈。站在家。这个站是站嘛？嗯，站在家。站就是立的意思。对，立，这古字是立。对，站是立的意思。那怎么念？可是立，立是气的意思。企鹅的企、这个。哎，对，所以我们说企鹅是卡鹅。卡鹅，站起来的鹅。哎，对，站着的鹅。哎，卡鹅。哦啊，因为这个气这个字是人再加上一个子，就是脚趾头的脚趾头去到足字，一个人静止在那边哦，静止在那个地方啊，静止在那边叫做气、哦、叫做气啊。但是这个字的发音、哦、你如果去找康熙字典，这个字它就是派遣的遣，派遣的遣，遣耳切，它的发音呢、啊？前耳切，啊，前耳切切出来的音，这个字就是卡，卡，卡，哎，卡，卡鹅，卡，哎，卡鹅，卡鹅，卡鹅就企鹅，哎，企鹅，卡底加，哎，啊，但是我们台语界把这个气写成这个字，哦哦哦哦哦哦，他把它写成这个字，卡底加，啊，但是这个字是错的。对，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其实依靠在什么旁？哦，它是双人旁、哦、双人旁的哦，对，哦、双人旁哦，单人旁是单人旁依靠，哎，对，单人旁是倚靠哦，对，倚靠，对，啊，它是双人旁哦，哦，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汉字都有字，只是我们现在教台语的人把它弄乱了。对啊，你说这个字“卡底加”，这“卡”是企鹅的“企”这样子过来的，“企”是一个人静止在地方，叫做“立”哎。对。啊，叫立。那在康熙字典里面，他写成前耳切，前耳切，卡卡卡，他要哦，他这样子会学这个音嘛？这样，哎，对，他在教这个音就是前耳切，要连前连前连前念，哎，哎，这个耳哈，我们古音很好玩，哎，不过耳耳有没有？哎，有没有听过耳耳？对，不过耳耳，耳耳，我们在台语叫做娘娘娘娘。阿妮娘娘，阿妮娘娘，哦，娘娘，啊，娘娘就是尔尔的意思，哦，这样子了，这两个字啊，娘娘，哎，不过尔尔啊，不过是阿妮娘娘，就是尔尔这两个字，哎呀，这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好，好，最后再还有点时间，最后再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啊，我们台语汉字学，再举个例子，这样讲这样学台语就有意思了啊，对，不是光是在念音或者用错字，用错字是很糟糕。对，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好不好？啊、好，这个字哈、哦，这个我们国语叫做字。对，这是以前刘邦吕后把他所系的那个皇后叫什么来了，剁掉四肢，然后装的那个、哎、做成人质，做成人质，哦、哎，哎放在桶里面，这个、人质的质。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哈、哦，我们国语的、欸、台语的发音就是低啦，高低的低啦，就猪啊，这个是蜘蛛的蛛啦，就是都，低都的都，都，
所以我们在外面可以听到，像泸州那边的人就嘟吧嘟吧，就是猪肉。嘟吧，啊、这个是嘀吧嘀吧嘀吧，嗯啊，这嘀吧是上面这个嘀，啊嘟吧是这个嘟。可是教育部把这两个音都归在这个字上面。哦，啊，他把这两个音嘀吧跟嘟吧都归在这个字上面，听得有点糊涂，对不起。哎，你说人字的那个字。那个古字现在很少人用了哈，我们我还知道他是因为是吕后把他那个最气的那个人，把他变成人质啊、放在桶子里面，像猪肉一样剁了。这个字你说什么？为什么叫低？为什么要低下的低？来，狗智不如嘛，狗智不如，对，猪狗不如了。那得讲低告不如了。对了，这里是低啦，哦，这里是低。对，那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嗯。因为汉武帝小时候叫做刘志，对，刘志就是老爹的意思啦，就是把他的儿子取名字叫做爹啊。哦，是吗？哎，是啊、okay。但是等到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因为在学校啊，在外面都会被笑啊，哇，爹爹爹爹来啊，爹来啊，对啊，所以哦，后来他就改名字啊。嗯，但是古时候的改名字不能够随便乱改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40秒，您快说。好。嗯，改要有原因的、啊、这个、嗯、因为这个字两个低啊，低就是通彻通晓的意思，所以他后来就改成刘彻哦，因为知就是彻的意思哦哦哦哦，哎，因为这个知跟这个低同音哦，所以就改成这个字哦，哎，这是汉武故事里面的一段小故事哦 ，OK OK，、哎、这样子来的哇、哦啊，对对对。我觉得很精彩，但是我们广播有点可惜，时间关系，否则 没有办法讲太多。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感谢我们台语汉字学老师陈世明，下次你要再多举举例子。对不起，给你的时间太短，希望这个东西能变成教材。是，有没有人开始已经开始这个台语汉字学的教材开始在慢慢写？我教材已经有一套，然后有上过两期的课，我有一个种子培训班。哦、OK ，有上过两期，啊，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好，办理，有机会再跟您聊，谢谢，谢谢老师，拜拜。OK， 好，拜拜，保重，保重，拜拜，保重。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啊？我们邀请到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师陈世明，还继续聊聊我们台语汉字学啊。老师你好，伟忠哥好。哎呀，你这个节目啊，我们两个这个节目很多人很喜欢，要跟你报告一下。有些人呢，苗共歹意才开始说，哎呀，就要开始好好去学台语。有一些呢是会说台语的。真的说，哎呦，我讲了一辈子台语，我都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来的，我觉得真的很精彩。OK， 所以非常感谢老师，我们将轻轻松松再来激起大家学这个台语汉字的学的这个乐趣。好，今天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什么地方开始来讲这个台语汉字学？来，之前有在讲说，蛮好的，应该是野蛮的蛮才对。嗯，啊、哦，这个蛮好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蛮好的，它其实不是用野蛮的蛮，用蛮好，用满清的蛮吗？啊，用满清的蛮。对啊，对对对。我们在倒一桶水的时候，对啊，满哦。那你倒一桶水，满满就好啊。哎，对对对，满就好啊。满就好啊。所以满就是好的意思。对。哦啊，所以你去看那个《醒世姻缘传》，不自满嘛，人不要自满嘛。哎、自满，哎，对对对。那个《醒世姻缘传》哈、哦，他有讲到蛮好的，嗯，就用满清的满。对啊，对啊，对啊，哦、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后来大概俗成，大家就写成这个野蛮的蛮了。哦，因为我们早期用个人电脑哈、哦嗯，那个人电脑都打注音嘛，嗯，啊，注音蛮好的，蛮好的，他就会打到那个野蛮的蛮了。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野蛮的蛮后来就变成好像是。大家常用的其实是不对的，对啊，其实是不对的啊，用蛮、哎、蛮好要用哦，所以那个蛮好的对闽南语的族群叫就好就好就好，就是满足满足
哦，我们用足贺啊，他们用蛮好，哎，用足那个字对不对？满足的足那个字，足足贺哦 ，OK OK， 满足的足足贺足贺 ，OK OK OK， 啊，所以咱用这个就是在证明讲吼，咱台语的字是这个足贺的足足，足好，足好，哎，足好，那。动意就是用这个蛮好，蛮好 ，OK，OK，、okay, okay, 哎、对对对对，了解了解了解，哎，好，然后请继续，还有一些什么有趣的？另外哈、哦嗯，像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像全国电子，足甘心的，足甘心，足甘心的哈、哦，哎，足甘心的，啊，足甘心是很满足、很感恩的心，或者是感动的心，对对对，啊、但是哈、哦，他写成。纠集的纠，一个手在一个秋天的秋。哦，纠哦，纠纠。啊，他用纠甘心。嗯嗯。但是这个纠哈、哦、是集的意思，集合的集。嗯嗯。啊，纠集的意思。嗯。那为什么以前会用这个纠？是因为每年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召集人手来一起割稻子。哦 ，OK OK, okay.。哦，农村要割稻子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嗯。哎，会去 Q 人来做事。对对对对。这里要念叫 Q。Q。啊，秋天的秋的变音，念做 Q 狼 Q 狼来，哎 ，Q 几个狼来，哎 ，Q 几个狼来，哦 ，OK。啊，所以咱早期哦，咱伫庄卡吼，咱有一句话叫做“放盘”，放盘的意思就是讲吼，我挂钓啊，你来甲我斗三工，嗯，啊，你挂钓啊，我去甲你斗三工，嗯，叫做放盘。哦，啊，就是放一个同伴在。外面啊，等到我有事的时候，你来帮忙的意思哦。哦，叫做放盘，這個、可以写得出来字吗？啊，就放一个同伴，放伴，放伴同，哎、欸，同伴的伴，放盘，放，哦，这不好念，放盘，哎，放盘，放盘 ，OK， 哎，对，民间的一般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都听得懂。哦，放伴，放一个，哎、啊，哦，放一个。同伴一样在外面，同伴在外面。要忙的时候就揪他一起来合作。哎，对，要忙的时候他来帮忙我。哦，这个、啊、他要忙的时候我去帮忙他。哎，这个字很有意思哎。哎，哎 对, 对对对，就像伙同朋友，其实伙同啊，伙伴的伙，是同是同意的同，伙同朋友一起来做事，放伴也是这个意思。哎、啊，对对对对，没有错。哎，这个字用的很有学问的。啊，哎是。平常就是朋友。但是要帮忙之后就请你过来，伙同朋友、啊、对，哎呀，哎，这个有趣，对，大家互相来帮忙这样，伙同啊、哦，对对对对、嗯、，OK。啊，所以咱讲迄个足甘心，你袂使用 Q 啊、哦 okay 哦，你袂使用一个手在一个秋天的秋，对对对对对对、哦、，Q 甘心这样就不对了。那用什么字？就要用足甘心，哦，满足的足一样，哦，足甘心，满足足，哎，足甘心，哦，就是很甘心的意思啊，哦，很甘心。哦，足感心，哎、欸，足感心就是很感心哦，就甘心呢，哦，就甘心，就甘心。哦，啊、其实哦，其实我们国语里面的“很满足、嗯”这三个字是同义字，很满足，满足，所以很感心就是满感心，嗯，满感心就是就甘心。哦，为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很感心？很满意，很满什么？很满足三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哎、很满足三个字哦，其实很就是满，满就是足。为什么这三个字？为什么？哎，很好就是蛮好，就是就贺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哦、很满足。所以有很多人都把我们汉字都搞不清楚，就是因为这样。哦。其实它都是同义字的关系而已。就甘心呢？哎，对对对，就甘心。就贺哎。就甘心呢、欸嗯哦，啊，就是很好。OK OK OK， 很好，蛮、哦、好，就好啊你。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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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 對，来，请继续用举例来、欸、来谈这个，台语汉字学最好，请再继续、啊嗯。那我们再来看哈、哦，中共最近也不是有军舰飞机来吗、嗯？对对对对。啊，这个军舰哈、哦，我们台语叫做军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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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那个舰哈，那个舰就是一个舟，在一个太监的舰，有没有？没错，没错。哇，我这个字我、啊、所以我这个字我念得很不标准。哎，所以他就读，所以他就读作太监的舰，军舰，太舰，啊，太监叫太舰嘛，太舰，太监、哎嗯。啊，军舰就叫做军舰，军舰、哦，哎，军舰。啊，但是哦，咱台语内底吼，伊未去分巡洋舰。驱逐舰伊袂去分，可是这对啊，如果
如果台语汉字的话，以前没有这种什么驱逐舰呐、啊、什么舰、啊。对对啊，他没有这种区分，所以我们一般、一般民间会叫做军舰啊，你念念。哦，军舰、哦、只会叫做军舰。哦、欸、哦哦，它只有一个东西，民间有这样的称呼，就是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有这个发音啦，而且它都叫做军舰。军舰。哦哦哦 ，OK。那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你如果是当那个海军，海军有一个、有一个兵科是叫做海军舰艇。海军舰艇兵，对，三年的，三年的，对，以前抽签三年。海军舰艇，嗯，海军舰艇个海军舰艇，军舰艇，对对，海军舰，对对对对。啊，但是最近哈、有一个教授，有一个何副教授啊，哦、他有讲到、这个军舰要讲做军舰才对，军舰，啊，军舰，啊，其实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唐朝的时候，这个军舰的舰读作军舰，哪个字呢？那个字是哪个字？那个字它读作舰。哦哦哦，同样一个字吗？同样一个字。为什么？啊，因为汉朝的声音到唐朝的时候，它就变成军舰。哦哦哦，但是我们台语是保留汉朝的声音。哦，比唐朝早。哦、比唐朝还早，因为我们是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才跑到南方来的，对 对, 對，所以我们保留的是汉朝的声音、我们就叫做军舰。哦，军舰，okay. 但是这个舰的音哈、你也是可以看《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哦，军舰的舰，它的音就是太监的舰。哦 ，OK， 它的音就是太监的舰。哦，所以哦，我们台语是保留正宗汉朝。的声音，所以汉朝的军舰的舰跟唐朝军舰的舰念法不一样啊，念法不一样，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念法一样。OK，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哈、我们的汉字都有一个是读书人的发音，一个是母语的发音。对对对对，你说过嘛？这个我们说过。对, 對, 對，我说过嘛？所以一般都会有两个音，都有两个音，我们现在汉朝的音就叫做。白话音的，可是你说这个海上行舟啊，它有太多字了，有舰、对，有艇，有筏，对，有舟，这个大概如果用台语来讲，就汉字学来讲的话，那一定很多音发音不一样，都是叫做同义字，都叫做同义字啊，所以它里面还有船呢、对，对不对？因为那个size 不同，大的小的什么都不一样，一叶扁舟，小舟，大舰，对，军舰，像你说那个三国的时候哦，你说赤壁之战的时候，那种 大船等等，大的军舰，对对，你说郑和下西洋，明朝的时候，应该都有分的不同的讲法吧？不知道，对，不同的 size 它的讲法就不一样，对啊，所以那个闽南语不知道怎么讲，舰啊，舟啊，闽南语就只有哦，没有，闽南语就只有准船，没有舟、没有舟，没有艇，舟是读书人用的哦，OK， 都是读书人用的、一般民间是用准、用船那个，对，这个我听过，对，对，筏，这个筏也没有嘛，哈，竹筏的筏也没有，我们是用竹排白，竹筏我们是用竹排，因为它是。用竹子排起来，对对对 对, 对，然后绑起来的叫叠排。今嘛都收街啦，今嘛变收街了。伟忠哥，你怎样？都是我老潜，我是老潜水的，你知道吗？老潜水，老潜水以前我们都是这种做这个竹这种塑胶竹筏出去的，这样子。是。OK OK， 有意思有意思。好，对对，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举一举。对，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哈，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人都说台湾人是南岛语系的族群啊，南岛语系，好、但是南岛语系原住民吧，他讲的是原住民吧？其实哈，为了要跟对方去切割、现在他们都说我们都是南岛语系的切割，你说政治体系上切割，可是文化跟这个族群上这样切割也没有什么道理啊。对，对对对，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们想要切割，所以他把它归类说讲台语的族群、讲客语的族群也都是南岛语系。其实南岛语系、在讲话的时候，它跟英文是一样，是多音节的语言。OK，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您现在收听的是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还是请到我们非常喜欢的老师陈世明老师来聊聊台语汉字学我们刚刚谈到说有些人就说现在台湾的台湾话不然就是 是来自南岛语系，可是我们所知的南岛语系是这块土地上本来的原住民朋友，他们是南族语系，而不是我们就不是我们做福老人呐、或者后来来这些瓦辛啊、外省人呐、等等等客家人呐、所讲的这个语言，对不对？对对，没有错。所以那个南岛语系哈，我最近有去拜访一个叫赛德克族的一个白老师，赛德克巴莱这个赛德克族，对对对，那个这个白老师哈，我就问他的五个名词，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怎么读，结果发现读起来就跟我们台语客语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读法，应该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原住民的语言跟我们现在所讲的闽南语啊，说这样俗称为台语啊，和客家话当然是不太一样啊，对啊，当然是不一样，语系当然是不一样，语系跟起源都不太一样吧。没有错，因为南岛语系它是属于一个航海的民族，对，它是航海的民族，而那个全世界到处跑的、那个学问很大了，对，没错，很大，没错，对对对对，没错。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哈，今天我再带大家到另外一个题目里面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汉语哈，其实是来自于外来语。你说来自西域吗？还是来自西域印度的？西域也有，印度也有可能。对，对，因为我们从秦朝以后就跟西方开始有接触，跟印度啦，或是西方来的商人有接触，所以我们有很多语言都会加入外来语。对对，那其中一个跟第一个外来语，跟后来日本的差不多，都这样，都有很多外来语。对，每一个地方都有外来语。就我所知，你像荷兰以前统治过台湾南部，对不对？对，然后荷兰呢？荷兰是有润饼这样台语的这样的食物，润饼有这样子有这样食物在荷兰。哦，对对，我这样我在考据下，就我所知好像有这个，叫他们带回去的一种语言。对对对对对对，就跟我们茶，就跟我们讲茶啊茶一样嘛，就传到了西方就变成 tea 嘛，对不对？对对对对，一样道理。OK， 您说 OK， 从秦朝之后就有外来语，对。哎，对，秦朝其实在先秦的时候哈，在我们第一个外来语大概就是这个名词，我跟大家介绍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我认为它是第一个，就是罕蛮，罕蛮，罕蛮，伟忠哥知道什么意思吗？蛮憨的意思吗？就很动作很、对，蛮憨，动作很慢，不是哦，蛮憨，比较老实，蛮憨是罕蛮是你表现很差劲的意思，对，就是就这狼就喊蛮呢，就喊蛮呢。他用的有很多种方式用法了，你知道吗？对，就很就喊蛮，有点太慢，或有点笨拙笨拙，英文叫 clumsy， 有点笨拙，有点糟糕，有点这样子，有很多种讲法。对对对，是，就喊蛮，他就是比较差劲的意思啊。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语言哦，它是朝鲜列水之间的语言哦。你说这是在朝鲜跟列水之间，大概东北那边的语言。但是伟忠哥，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这个罕蛮为什么会变成台语的一个名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方言哦，在这个秦朝的时候，因为书同文，车同轨，他把这些文字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又变成汉语的一环。那结果魏晋南北朝被讲台语的，现在讲台语的这些汉人把他带到南方来 ，OK， 所以就变成闽南语的。可是东北的时候，你说那个战国的时候，当秦朝统一，战国有很多人说齐啊、鲁啊，都是靠近北方的，所以对，其实北方那种女真族啊、朝鲜族，其实朝鲜族应该已经有了嘛，应该已经有了，那时候有，应该已经有了。所以语言那个时候搞这个是语言学了，所以是这个满汉罕蛮，罕蛮，罕蛮这个字是那个地方的语言传过来的。哎，对对对。哦，有考据的。啊，这是记载在西汉杨雄的方言里面。哦，那本书里面，它是朝鲜列水之间的语言。OK。结果我们台湾通史就是连横，连横他记在台湾通史的时候，他还特别
提到这一个这一条，嗯，啊，这个就是外来语了，啊，嗯，这个外来语。但是你看哦，西汉梁雄方言里面，它记载的是汉朝的汉，嗯，跟漫不经心的漫，嗯嗯嗯，好，那汉漫的台语发音就是汉漫，嗯嗯嗯，啊，就是现在蛮汉的倒装词。哦、OK 啊, 啊，那个音都一模一样，喊蛮喊蛮、欸，对啊，对，你说你现在北京话，就说的普通话的北京话哈，像大陆说，以前我们叫北平话，哦、啊，后来叫普通话，哦、啊，或者是北京话，其实北京话是北京话，很多是有满人的话在里面。哎、欸，我跟伟忠哥讲，像你比如说、啊，对，像我就是我的老家是北京嘛，那汉人有。比如说我们吃那个点心沙琪玛，那个是满族语，满语。沙琪玛是满族语。对对，我们说那个穿衣服那个配那个小的夹克叫做、哎、叫坎肩儿啊，就是、哎、小背心啊，坎肩儿也是闽南语。啊、那个角落七字旮旯、哎、七字旮旯、哎，那个北京话这样讲，其实也是满族语，满人的语言。但是哦，其实普通话在2000年前就有了。它不是现在才有的，我知道，知道。2000年的普通话音可能不一样，后来好像音好像被满族入关的时候改了很多，对对。哎，对，它是慢慢修正、慢慢调整到现在的状况。对，我看过一个大陆的一个整理，就是把秦汉一直到现在很多话做了一个那个这样子的那个什么讲法。钟哥，我跟你讲哈，对，他那个整理哈，绝对是错的。了解，嗯。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汉朝的话他们整理不出来，了解，因为汉朝的话还在台湾。OK，OK，还在台湾。为什么台湾资料比较多？还是台湾人讲的都是汉朝留下来的话？哎，台湾讲的话是汉朝留下来的话，留下很多，几乎到百分之多少？就现在讲的闽南语。嗯，伟忠哥，你知道吗？汉朝只有9000多个字呢。啊啊！《说文解字》才9000多个字呢。OK， 那是到后面才越造越多，越造越多。对对对对对对的关系，同音同义叫演变出来的字。对对对 ，OK，OK，OK、okay, okay, okay.。有没有大陆有没有大陆人是来台湾研究这个这个汉语的？这个有没有？应该有吧。大陆来台湾研究的就只有应该都是在福建。OK OK， 哎，都福建，因为同文同种，声音都一样，所以他会来这边研究。OK OK， 好，哎，是了解，好。所以你讲说这个满。嗯，喊蛮这个字是以前秦朝的时候从北方，哎，传下来的，因为要统一文字什么东西各方面，就传下来的啊。哎，对对对对啊，好，喊蛮，因为他是秦统一六国，所以把六国的语言通通汇整到汉朝以后，这些方音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大家的流行语。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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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到魏晋南北朝我们逃难的时候，再把这个语言带到南方来。OK， 好，哎，所以就变成台语的一环。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万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老师陈世明来跟我们聊聊台语汉字学。今天我们谈了一些外来语，对不对？外来语。就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然后语言就开始慢慢的集中统一，然后变成一些文字。可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又有些改变，但是有些东西就传到南，就逃难，因为五胡乱华，有些汉人就逃到南方之后，保留了一些这样语，但里面有很多外来语。好，您继续说，继续说。好，嗯，好。那所以像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哈，嗯，其实西域来了一批人，很多了，然后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器具。比如说，他们带来他们的酒杯，嗯，啊，他的酒杯哈，后来就变成叫做婆罗这个名词，婆罗，嗯嗯，婆罗，哎，啊，其实这个婆罗音很像英文的 bowl， 哦，碗，哦，哎 ，b o w l， 很像那个碗，碗，是这样子来，是这样来的吗？很像而已，我只是说很像，我不敢确定。这样推测 很有趣啊，很有趣。对，哎，欸，对，我们用这样推测很有趣啊。为什么我会做这样推测？是因为西域来的人哈，当初两千年前哈，西域来的人到底什么种族，我们都搞不清楚。你说
魏晋南北朝完之后，唐朝，唐朝李世民就是西域人呢，他就是西域人，哎，是，他不是汉人呢，是，对对对对，啊，但是他是哪一族的，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他自己都不晓得，嗯嗯哦，啊，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他是从西域传进来，对对对对对，他叫波尔，波哦，婆罗，婆罗，那，啊，这个婆罗哈，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传，传到连唐伯虎也是在讲婆罗。哦，所以他的诗词里面也会讲说"五声莫放金婆罗"，用金子做的婆罗，哦，酒杯，酒杯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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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哎，对，没错。啊，所以哈，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外来语哈，我们要用当时的发音把它记下来就好了啊，因为外来语要用记音字。婆罗，对，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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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那你看到，哦，我们看到日本的，你像日本的对，欧巴桑，嗯，啊，我们就会写欧巴桑，对，哦，对不对？欧巴桑，嗯，啊，欧巴桑就是记音字，嗯嗯嗯，对不对？对对 对, 对。可是哦，这个记音字的这个传统传到台湾以后，现在开始慢慢变质，嗯嗯嗯嗯。为什么变质？嗯，伟忠哥知道之前哦，那个捷运的巨蛋这个站，啊，台语叫做什么？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有这个，我看过新闻有讲过，然后很多，嗯，很多争议，对对对对，哎对，嗯，那个台语界就说哈，巨蛋要念作大两能，大两能，大两能，哎，那小巨蛋呢？哎，小巨蛋叫做两能，细两的大两能，哎，捷运上真是这样报啊，哎，刚开始的时候，对结果哈。结果哈，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啊。对，我记得我报纸上看过，对，嗯，哎，为什么？是因为巨就是大的，没巨就是大，没有错。对，啊，蛋就是卵，对，哦，所以是大两能，大两能，大能，大能。那，啊，可是大两能，哎，伟忠哥，大两能，能够大两嘛是阿弟娘娘，嗯嗯嗯，对吧？对对对对，鸵鸟蛋也是这么大而已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大两能，啊，小两的大两能是寡小两，啊，寡大两。四两大了，大了，大大蛋，大两吨，啊，四两大两吨的，这大两还是这大两？嗯 okay, ，OK。所以那个根本就不符合民情嘛，哈。对对对。啊，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嗯，就是说，嗯，我们的外来语哈，咱的外来语哈，你要保留迄个音的好啊。嗯。哦，比如讲，这个是为普通话传进来，普通话传进来的，嗯嗯，我们就用普通话发音，嗯，就可以了。嗯，为什么？哦，因为我是要跟普通那个伟忠哥沟通，所以我就讲巨蛋就好了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对啊，你如果要跟那个老外，你要讲洞嘛，嗯，哦，洞，对 对, 对, 对，你要用那个洞嘛，对对 对, 对。啊，所以你外来语你要遵照原汁原味，这样才对。Okay, 对，好，对，而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说啊，口罩哇，口罩怎么会写成翠安？怎么会变成翠安？啊，其实翠安。伟忠哥，我如果告诉你翠安怎么来，你就会笑到躺在地上笑了。嗯嗯嗯，叫多尔滚，左边滚，右边滚，笑到地上滚。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翠安是以前的牛哈，牛出去会偷吃人，偷吃人家的农作物啊。对对对对对对。啊，结果哦，那个养牛的人哦，就做了一个竹笼。嗯。用竹子做的那个，把他的嘴把它罩起来，嗯，把他的嘴罩起来，嗯，好，那个叫口罩了哈，嗯，啊，那是罩牛的。翠安，哦，他翠安的安字怎么写？如按照汉字写怎么写？其实汉字的安是掩盖的掩。哦 ，OK，啊，掩盖的掩，嘴掩，嘴掩，哎，嘴掩，翠安，他，哦，把嘴巴掩盖起来。OK OK OK，哦，嗯，啊，其实哈，我们如果按照口罩这两个字，嗯，我们只要直接读音就好了。读口罩就口罩就好了。靠打，哎，口罩，或者是你读作靠打，靠打，哦，这样就好了。哦，真的，哎，真的硬要说成台语话，靠打都就好了。哎，就可以了，不一定，哦，不要说的翠安，哎，不用讲到翠安，而且翠安，翠哎。翠安也不够好听的，对对对对对，哦，就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要跟老外接轨的话，哈，嗯，嘿，我们就要读作什么，你知道吗？嗯 嗯, 嗯，那个叫做 mask， 对啊，就讲都讲 mask， 对，哎，那就变成马斯克了，马斯克，Elon Musk， 对，可是现在，哎，对，那比如说你真的要把台语讲好，你现在牵很多狗出去。带的那个就可以叫翠安，翠安，那叫翠安可以吗？哎
哎，狗那个可以哦，狗那个狗、那个、对不对？那个是用那个编起来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可以哦，那个讲究。但是我们这一种是不行的。对对对对对对，哎，对，硬要说，硬要说，就还就说口罩就好了吧，对不对？就或者是尊重他，啊、对对对，大巨蛋以前没有。以前没有大巨蛋发音，就叫大巨蛋或动就好了嘛，就大巨蛋就好了嘛，就不要在那边，是的，不要在那边纠结，对不对？对对。哎，对。所以外来语尽量尊重他们的原来的发音。发音就好了，对哈、哦。对对。像我们国台语常见的像 bus， 我们就翻作巴士。对对对。哦，这个就翻得很好。对，哦、就是音都到了。对对对、哎。香港人有一些翻的也蛮好。对对哎，是他用那个英语，但是香港的计程车，我就翻译着，我就觉得 dis， 他 dis， 我就觉得他大概是用粤语翻的了。哦，哦他是粤语的音，对对对 ，dis 或者什么等等、啊，就像日本 hotel， 他那个 l 音发日本的 l 而这些的音发不出来，他就 hotel 对这样子，对对对。哦 ，hotel， 对对对对对，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inside。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邀请是大家非常喜欢老师陈世明聊聊台语汉字学。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外来语，那接下来呢，对外来语应该很多了。你说从秦汉以来西域过来的啊，或者大唐盛世时候从印度上来的等等，我就很多文化都在交叠，所以应该有很多外来语。你看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有很多的外来语啊，对不对？啊，没有错，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以前从外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番茄啦，哦，什么等等东西，这都是西域来的，所以叫"番"这个字嘛，对，哦、啊，对对，他就番茄，对对对对，很多字这样来，对，嗯。好，那我刚才讲到哈，就是欧巴桑啊、巴士啊，哈，这些都是外来语、嗯，所以外来语的精神就是原音重现、原汁原味就好了，这样比较好，对。哎，对，对对对啊，但是如果说像是普通话加入到闽南语的、台语的、这个。叫做学界叫做层次音，什么啊？层次音，层次音，哎，一层一层，就是地质上面的一层一层。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哦、嗯，因为哈、哦，如果是按照考古来讲的话，就好像地质上面的某一个层，哦，当时讲这个语言就叫层次音、嗯，对，啊，就保留在我们这里面来。OK， 哦，保留在台语里面。Okay. 那台语就把普通话当成是我们的白话音。嗯，当成是白话音了、哦。比如说呢，哎，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哈、哦，伟忠哥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成绩有一次考的突然考100分，啊，所以你的同学就下下九，哇，伟忠哥下下九，下下九，哦哦，啊，对没？结果那个击败你下下九哦，下下九哦，啊，那个下哈、哦、就是吓一跳的吓，哦哦哦 ，OK， 哦，他就是用吓一跳的吓，下下九。OK， 下下九 ，OK， 好、欸哦、啊，结果哈、哦，我们现在台语界把它写成下岗甲下，哪个下？一个生肖的肖，在一个刀字旁。哦哦、欸，他把它写成下岗甲。哦、欸、哦哦哦 ，OK。哦，啊，我要告诉各位，哎、欸，那下岗甲，哎呦，哎呦，哎呦，哎、欸，下下九哈，啊，下岗甲咱九节哈，咱下下九。哦、其实不是啊，是惊吓的吓，就是你的表现突然很好，哦、让我们觉得哇，啊、下下九，忠哥怎么突然下下九这么厉害、哦，让我很惊吓、哎、哦。哎、okay, okay, ，对，让我 amazing，amazing。Okay,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嗯、那接下来哈、哦，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哦、因果关系。嗯，我们造字用词也有因果关系。嗯嗯嗯。哦，比如说，哎，受气。我受了气、嗯啊、就会生气有、哦啊、那台语、哦、是用受气、嗯、可是普通话是用生气没错我生气了、啊、因为我受了气才会生气所以普通话有句话就说受气包、哎、我你是别人的受气包就很喜欢受是就是受气是但是 不发出来、哎、发出来就会生气了受气包、啊对啊、我今天变成别人的受气包就好像对有受气，受气包这个俗讲。所以台语、哦、在用词上它是因、嗯，普通话是果。所以，闽南语就台语也讲究，我生气叫什么？受气，受气，受气，收气、
对不对？受气、哎，但他不是生气，哎，不是生气，他只有这个音，哦，哎，对，哦，他是用受气，受气，哎，我叫虚伪，受气，我一直以为那是生气的生呢，哎，不是，哦。是受气呀、啊！你要原谅我，瓦姓哎，就是一直把对哦收气，所以没有他闽南语没有生气，只有收气哦。受气对，伟忠哥，我要告诉你，我要是早一点出生的话，就不会有228了。OK， 因为外省人来跟台湾人讲话，我讲什么你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我就开枪了 对不对就会吵起来啊。对对 对。但是我什么都懂的话，我就可以做翻译。对啊，所以谢谢你啊。我说这语言这样子的来回，让大家知道怎么来怎么走，为什么这样传承，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对对对对啊，是。对对对对。前面我们讲那个闽南语当时古语了哈，古语只有收气没有生气，所以意思是不是说以前人比较礼貌，说我收气，不鼓励你生气，会不会这个意思？有没有这个意思？哦，不是，哦，他是以当下他受了委屈，受气包对受气，哦 ，OK， 好，受了委屈来形容这个名词。了解了解，好，再来，您再举个例子，对。好，啊，第二个就是 COVID-19 哈，我们如果得了 COVID-19， 我们是要去看医生，对。可是对生病的人是要去病院，对对对。对对 对，要去病院。对，但是国语是用医院。对，哦，他是用医生住诊的地方。对，我们呢，我们是生病要去看病的地方。哦，所以台语是用 病要医嘛，我的病要被医嘛，哦，这是医嘛。但是国语，对国语的话，普通话国语的话是地点嘛，是医院嘛。但是医院，闽南语汉语的这讲法就是我有病，说要医病。哦，对，这是因。哦，果是果是到哦，果是医生啊，去看医生哦，这样知道吗？哦 ，OK。对，你去看日本他们的招牌哦，像有一个卡通叫《乌龙派出所》，对对对对对，乌龙派出所上面都写病院啊，哦，他们就不写医院，因为它是古汉语留下来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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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它受大唐文化很多了，对对日本，对对对 ，OK。好，那最后我再讲一个，好，我们再好，再讲一个，就是我们。像我在这边工作嘛，嗯，啊，我今天我如果离职的话，我离职了，我是不是离开这个座位？没丢，啊，离开座位这里就有一个空缺，对对对对，啊，所以台语叫做空缺，工作，哎，空缺，空缺，啊，有这个空缺就会有工可以做，所以国语叫工作。哦，所以空缺就是工作的意思，空缺，对，空缺，空缺。啊，你讲的我就知道了。啊 ，concrete， 为什么我说工作 concrete 跟这个跟工作差这么多，音差这么远？哦，空缺啊，是空缺，是。所以伟忠哥，你去看104哈，104对，职位空缺，嗯，就是在讲空缺，就是有工作了，或者是哎，或者是他讲职缺，其实就是普通话的这样子比较文，这样子比较文雅。啊，是，对，是，我有工作给你，或者说我有个 concrete 要给你，空缺，我们有空缺，请你来做，这样比较文雅，就没错，就比较有学问了。所以闽南语是有学问的啦。OK， 对，那这是古代一直留下来的，有趣有趣用法。好，用法，老师，你再收集资料，我们下次再聊，抛砖引玉，讲讲这个台语它有趣的地方，汉字怎么来的等等，这些缘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OK， 没问题，谢谢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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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